早上好，现在是早上几点？泰国时间7点，外面还没亮，天还是暗暗的。他们俩就起床了，日本时间都9点了，已经到了他们起床时间了。今天我们要去海边住2个晚上，然后我们下午4点钟左右出发。又开2个半小时的行程才能到，然后呢，我们上午或者中午时间呢，就到公园去溜一溜，是吧？看看你们两个，爸爸给你做了什么好吃的？哎呀，这是什么呀？泰国的麦片是吧？加牛奶。snack， これは snack じゃないよ。这是麦片。麦片。掉在桌子上了是吧？咕噜咕噜，我在这边置一点。你还咕噜咕噜，你就不要再吃了，知道吗？掉到地上你就不要再吃了。我们中午又出来。混饭吃了，平常我们没有给他们戴口罩的习惯。昨天我们本来想去今天想去海边租个房子，租个别墅，度个周末。但是因为我们的朋友其中有一个突然间阳了，所以说我想还是小孩子坐电车的时候稍微慎重一点，让他们戴个口罩。但是你看，一戴就摘下来了。我倒还会戴一会儿，是吧？六。これひたダメ。我们现在到呢，附近周边看看什么好吃的。我们呢就不去海边了，就在曼谷市内逛一逛。我看看，哎呀，这是谁呀？雅库扎，这是哪里的小混混、小流氓？嗯，你是哪里的小混混啊？小流氓。泰国的好像鞋子比日本的多，好像也是。我们你有给买个这个，啊不错，是吧？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小朋友在哪里啊？这里。我的鞋子买好了没有啊？去买单。我的，可能 OK， 可能有 OK。我的，哎，可能 OK。OK。要不要？这个不要买，我要这个。你哪一个？买一个的，给买一个好不好？一个的就好。我们在酒店没事干，波罗达最近把这个当成了魔着魔了，这首歌一有空就要看这首歌。波达，哎，少年先锋队。他喜欢这个，算着迷了。好，结束了。今天已经不要再看了，今天看了好几遍了，不要再看了。明天再看。你还在看？魔歌开始着魔了，这首歌，你们两个人看入魔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今天换了一个酒店，在这里住2天，我们就回日本去了。现在12点，我们下午2点才入住。我们现在准备去公园逛一逛。我们中午时间来到这个曼谷的一个中心公园逛一逛，趁时间，因为酒店要2点才能入住。
过来看看有没有，就公园那边有没有简单的吃一点东西。看谁呀？等一下。爸爸。爱祖国，爱人。可以呢。经理，少先队怎么做？爱祖国呢？哎哎，为了爱祖国。爸爸。这是警察。少先队呢？少先队呢？少先队怎么说？你说呢？我们今天中午吃鱼。嗯。哎，你的饭还没到，你的裤带就开始吃了是吧？哇哦！看看，椰子汁。哇哦！爸，椰子汁。我的料坐下来，坐。我要。我也是。好吃。口感。椰子汁。什么呀？蟹肉炒饭。黑椒，什么鱼柳？这什么呀？我在煎炸虾球。睡着了，去公园玩回来半路上就睡着了，一直抱回来。我们现在可以半路住了。嗯？我们到了第二个酒店，换了一个地方住。这个酒店不是那种民宿型的。就是一般的酒店，我们住两天就回去了，所以说就不需要出发了。看看这酒店是里面是房间是怎么样的？我们又订了一间这个房间是套房，但是打了半折，我们就过来住了，说是给我们一个总统套房的，是这比较旧的房子，住一次就算了。他们两个在去公园玩的路上。困得不得了，我两个一个人抱一个就抱回来了。哎，这个酒店上楼上有个游泳池，我们去看看能不能游泳。我们看看他们两个是不会游泳的，不知道他怕不怕，怕的话就玩一玩。现在我们去游泳池去看一看。你有。危ないのよ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ダディ抱いて。ボダ。跟ダディ抱一下。跟ダディ抱抱。抱いていく。水有点冷了，我们应该早点来。嗯？还有啊，点点的。是不是来？他说豆豆有点冷了，是吧？不然我们明天下午中午再来。还是在 Hiru 了呀？ Hiru 了。嗯？还有啊，点点。ボダ、もう危ないし、行かない。不能走下去了。ボダ、Go。你带一点，带一点过来。OK。哈哈哈哈哈。爸，スイープどう？ここワール入れる。そうやな。游泳。爸爸一緒に行く。嗯。爸爸呢？え、ダディ順番も連れて行く。你等一下，等一周一回来て、今度はボルティオ ，OK？ 轮流，好不好？大弟等大弟轮流，我们坐这边来。爸，忘了你的没带。走、哦，哎呀，我的，你怎么跑过来了？哈哈哈！爸爸自己溜。困着溜啊，就要自己溜，哎。Jump. That way, yeah. Dunk. Would you like to kick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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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冷不冷啊？不冷啊？我的，你冷不冷？哎，冷不冷？你这个皮这么厚，他说不冷的，说冷不冷？
三妹，摸一下一个。三妹脚，还要不要去一下？哎呦，摸摸。哎呀，姊妹蛋。三妹。他说不冷了，说他平常就是非常多吃饭的好处，是吧？皮比较厚，脂肪比较多。哎，我打完。动六 jump， jum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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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ump， 动动 jump jump jump。我还ジャンプ大きくなった自分ジャンプな。またベイビーだから。我还以为队友会怕水，他不怕水。平常洗澡的时候呱呱叫，水进入眼睛啊什么呱呱叫。哇，怖いね。中吧，等一下，轮流。好。六多只龙蛋，多只。哎，不怕啊，这小子。下午没事干，吃完饭，曼谷市中心个儿童游乐园，带他们来玩一下。这里很多跟日本不一样的玩具，日本玩厌了，到这边来试一试泰国小朋友玩的玩具，是吧？好大在那边啊，不跟着屁股后面找不到他们了。大声一点。你吃饱了？这是什么呀？这生姜啊。生姜。生姜。生姜给他吃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晚上准备回日本了，结束了一个礼拜的行程。他们两个人，我们就这一件行李，待会还没 check in 呢，估计要到晚上的飞机。明天回到日本休整一天，后天就要去工作了。